合作。那今天在现场的两副明星和民星的这个搭档两副驾，谁才是今天晚上最佳默契搭档？谁说了算？那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转勤观察团，来看一下，打个招呼吧，先。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待会儿呢，我们来分第一组和第二组啊。那到底谁表现的好呢？由他们来说的算。不过在这里呢，还要提醒一下，今天我们最终获胜的那一组呢，会获得由曼萨特库业为他们准备的价值万元的大奖。所以你们的任务很艰巨，所以你们加油啊！对，来，现在告诉你们，刚才大张伟是先登场的，没错。那我们大张伟和一号呢，就是。一号第一组，对，第一组。那我们的何爽和曲颖就是二组，好吗？现在我们第三排请准备，你们先来亮牌，支持哪一个？亮哪一个？一号还是二号？好，三二一，请亮牌，不要放下啊！好，二号两票，曲颖这组两票啊。嗯，第二排请亮牌。哇，二号四票，天哪，天哪呢？来，等会儿。等一下，大张伟有话要说。现在很关键，给你个机会，拿到票。两票，对，下面是四票，等于说下边票都是三票，我们才有可能获胜啊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下边第最后一排有两个男人，对，所以说，哎，你来过去，来，你跟他们示好一下，来，这么好看的女孩是不是？你舍得让她难过吗？他今天为了录节目连饭都没有吃，是不是没吃饭？没吃饭，连婚都没有结，是不是没结婚？没结。所以说你们对得起他这么痴心等等的吗？所以说看你选择是一还是二，说是一还是二。一，是不是一？一，要一啊，可以说来吧。三二一，请亮牌。一，呀，有效果，还是没有啊，对，了不起。太好了，刚才应该让曲颖过去拉一下票嘛。真的，哎，下次来的嘉宾可以看好了，这个方法很好用。真的，快拉票的是。我也没吃饭，我也没结婚。晚了。你刚才说漏了。完了。告诉刘能的时候你结婚了。不是我，那是演那个嘛，故意乱说的。其实现实我没结婚，当然没结婚。要改吗？要改吗？他没结婚，说晚了。可以，改了，头一次啊，头一次。而且是个女生改的。我跟你说，首先来说，一号是个女人，那女人之间何苦为难女人呢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？你看她为什么要变心？来，因为她是女的。因为她是女的，是吗？可是女人之间为难女人这件事非常不对。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能摆平吗？能，可以摆平。来，美女，你看我们队有个帅哥，没结婚。不是我。张伟喜欢胖胖的女孩。这样，咱们最后一次亮牌啊！所有人全举起来，一起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啊！最后，三二一，所有牌请亮牌。耶！二号五票，一号四票，恭喜我们曲颖这组获胜！恭喜！两个人啊，先站在中间，我们再来宣布一下，曲颖再来宣布一下，两人获胜啊！好，那现在我们二号，等一下，站好啊！我们二号这一组曲颖和爽是五票，恭喜这一组获胜！恭喜！